唐山大地震宣布票房高达人民币5亿元，刷新大陆国产片十项影史纪录之际，片商华谊兄弟公司董事长王中军、导演冯小刚与妻子，同时也是电影女主角的徐帆、男主角李晨，参加8月10日晚间在台北月声戏院举行的唐山大地震首映会。本次记者会特别邀请李行、朱延平、侯孝贤、钮承泽等多位国内知名导演及慈济志工与艺人共襄盛举。冯小刚与王中军表示，拍唐山大地震让他们见识到天灾来袭时不但是毫无预警，更是不分种族、不分国界。幸好无情天灾过后，志工们的大爱也是没有国界、不分种族。尤其在台湾或大陆的灾难发生时，甚至南亚海啸、海地强震等，处处可见台湾志工身影。为了向他们致敬，两人与慈济大爱合作，在台北、台中、高雄及花莲等地举办慈善义演，邀台湾志工一起欣赏该片。该片将于20日正式在台湾上映。